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豹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峰兄弟。今天我们在合力碰头了。对，是吧？一年多没见了。嗯，有一年多了。我还想起你在忙些，哈哈，要过来的时候还蛮辛苦的。哎，豹哥也做饭怎么样？去年一年多不见。今天我从老街过来。你老街过来走了六个多小时吧？哎，六个小时。二十五万的老挝币相当于人民币75块钱。那我从那里坐回来东西要多少钱吗？你讲45万吗？45万。啊，45万。100多块钱吗？啊，100多块钱吗？那是，啊，太贵了。对，你下次乘车子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不要去乘车子。那后面的这种依维柯，那你看，这种车就贵。哦。啊，我是乘的这种跟大巴躺在这里的。他那里来的就只有那个小时。有大巴也有，还没有直接到这里来的。有，哇，那我你的车站，你从这个盲街过去啊，过一个桥，这里是一个常州小的车站，它都是座位的，它很便宜的。我也第一次出来。如果是两下来的呢，是25万。因为你包哥啊。如果是不两下来的，是位置的，是20万，60块钱就到了。对啊，所以说你以前也到过这里嘛，我也第一次过来，没有经验。我乘这种依维柯高档的车，商务车啊，对对吧？就是这样，我们进去吃点饭，好吧？今天我请，我做主啊，你请客啊？啊，必须的。好，我来点菜啊。啊，你来点菜。你们喝下茶。啊，哎呦，喝点茶。啊，哦，对啊，还有一个小姐姐嘛，在吃饭呢。Hello， 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什么螺丝什么的，对吧？我也跟他听不懂，也是自助餐。好，峰兄弟在这里点一下菜，在这里吃了全部弄了啊，还有这些都是海鲜啊，你看，峰兄弟啊，对，都是海鲜。是啊，点了四个，对吧？一共多少啊？看一下。这么贵？嗯。哦，400。74000。400。啊？1,800,000。哦。越南盾。啊，越南盾。400。不是400。不是400，你不能瞎说。400不得了了，100就是100、300块钱，400要1200块钱了。没有。那是多少？是74000。74000嘛，你看下一下，是74000越南盾吗？应该是就是这个，我是多少？哦，不用，给你了，一起，好啊，懂了，也就100多块钱啊，就100多块钱，我说了，100多块钱，400啊，对吧？不需要。就不用钱，就400，这是500，这个是50万啊。是啊，是50万，你别50万要150块人民币了。那个小数点，你别那么算嘛，他写个四百就行了。算是能找四百是吧？嗯，就空给你啊。四百。啊，两个人40万。120块钱，对，啊，开干，啊，吃海鲜，啊，哎呦，啊，来，哎呀，这个冰，啤酒是送的啦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啊，啤酒送的，谢谢孙兄弟啊，今天没有帮你付费了，哎，不用讲这个话，知道吗？啊，应该，就是。不用说你请我请，好吧，不要那么客气。我这个人呢就比较随便一点，太客套，我说实话我也来不了。我就喜欢这样子随意一点，哎，随和一点，是吧？报告，我看那个视频啊，那个成功视频，那成功了没有？没找到。来一个。这个呢？
虽然本身我也不想跟你透露，因为今天他妈又发了一个标题视频，但是好多的粉丝都在问我，我也因为也考虑了我的那一个评论，我就讲了，因为保护阿成，有的话不想多说，但是在老挝的时候，我回来到越南，是他妈妈是我的粉丝，我也讲了，我不是介绍，不是做红娘的，因为我在越南比较了解嘛。他带着孩子到越南找老婆，我们是一趟同行，对吧？但是啊，第一个视频我也发了，就是讲我不能包你的，能找到朋友，包括用钱受骗，我不能保证的，对吧？因为你是成年人的嘛，对吧？但是阿成这个人，大家视频也有好多粉丝，他比较内向，太内向了啊，太内向了啊。介绍小五给他认识，小五说，去年我妈妈也生病，我不是卖的，我要跟你孩子要有过程的，懂吗？你如果签证也，因为我们到河口要续签的，他的签证还没下来，反正我们续签好了之后，再把小五带到中国来的。但是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讲，到了中国看好了，就是意思叫领证，办个单身证明，就是要人小五告诉我嘛，就说我跟你儿子谈朋友，一般的都是你妈妈在操作，你儿子我还不知道你儿子的立项与什么说话，对，确实是吧？虽然你家里有钱，但是我不能卖，但是我还是要。你要有感情的跟你儿子，对吧？他说我到你中国了，看好了，你儿子我们再谈个把月的感情，能谈得拢就谈，对吧？如果谈不拢，人家也把钱全部退了，小五也把钱退了，退给他了，是吧？然后就是这个事情，就是你讲用了。不动啊，你想我问他你给人家的红包什么你要吧，要的话我在越南再找小五要，他妈妈自己说了就算了，给的钱是他自己给人家的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但是你想用这么多钱，但是你自己要住宿啊，我们自己也要吃饭啊，要住旅馆啊，对，要开销啊，对吧？这都是费用，吃吧，饿了，饿了，我都饿了，都饿了，接着吃，吃菜，但是他妈妈最后也没发视频了，我呢也不会多解释了。如果他哥是还有什么要说的，他如果发视频你说的。但是包哥会的做一期真正规规的视频，向广大粉丝交代情况，好吧？但是我认为小五没毛病，人家说要谈感情，为感情不是卖的，对吧？他们跟我们中国一样，好吧？哪里人都是一样。好了，你有什么话再说两句吧。吃饭吧。支持包哥。不迷路。刚刚跟峰兄弟饭桌酒保你也破费了，都别讲那话知道吧。今天全部有峰兄弟招待了包哥破费了好多的，就这样说好啊，下次你听我哈哈，对对对，兄弟不是这样来往吗？没必要那么听兄弟讲嘛。好的好的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马上就回宾馆了，对吧？啊，好了，废话也不多说，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。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，对峰兄弟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。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